北京时间8月20日，刘晓庆团队发函告知媒体，晓庆姐早在去年就与先生注册结婚，并对刘晓庆老公背景做了简单介绍。事实上，这位先生年纪比晓庆姐大，事业很成功，是江门之后，旅居海外多年，也追求晓庆姐多年，终于苍天不负有心人。晓庆姐早在去年就与先生注册结婚，疼爱她的先生支持她在事业上进击驰骋。一年多来，她在全国各地演出了114场话剧《风华绝代》，拍摄了100多集的电视剧《隋唐英雄》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回到最初的起点，记忆中你青涩的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。昨天家的老照片，无数回忆连接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孙俪。